今日头条的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，我是耳科赵医生。本来按照原定的安排啊，今天正月初六啊，应该是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，但是因为这场特殊的战争啊，我们跟新型冠状病毒啊引发的这种肺炎的这场战争，那么对全中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啊，我们现在。假期啊，不仅是假期延长啊，而且目前的这个疫情的情况看还很不乐观啊。最近的这个增长人数有限，咱们春节假期呢啊，仍然在持续的发视频啊。虽然说是以前回顾的吧，因为原有的这个门诊安排已经停止了啊，我们耳鼻喉科医生啊，现在还处于一个备战阶段啊，因为现在冲上一线的，基本上都是一些像啊呼吸科、啊、急诊科、重症监护室啊，尤其是内科专业为主。我们耳鼻喉科医生可能还处在二线甚至是三线这么一个状态啊。如果需要的话，可能也会也要上去啊，在这个没有上去之前啊，多更新一些视频吧。缓解一下大家的压力。如果说没有啊，不是医务人员，也没有经历过非典那种特殊的时期啊，普通人可能面临这种数据的心理压力会非常的大啊。即便就是医务人员也很够呛啊。好，前期啰嗦一些啊，这个是2018年的啊1月份，当时遇到了一个上古史的。胆脂瘤，这是一种中耳的胆脂瘤啊，这跟之前的操作要更深啊。这个中耳胆脂瘤啊，在没有耳内镜之前啊，是几乎完全没有任何方法能够去清理的。因为它呢，一个是深就不说了，但另外它是有一个不在这个外耳道的直线的延长距离啊，它是有角度的啊，在外耳道的后方啊，后上方有些区域啊。这个我们像外耳道，它是虽然说有一点 S 型的这个曲线，但总体来讲是一个偏直的这么一个、啊。我们的器械都是直的器械，伸进去后往上，就没办法拐弯啊。它不像这个你伸上去以后能拐弯，因为我们的。内镜嘛，叫硬性耳内镜啊，它是个直的内镜，它不像有些纤维的，有些我们像纤维喉镜啊，那些是软的。这个是一个上古史，它位于中耳的区域啊，中间，通俗点，这地儿一大坑啊，就是一个大坑。按照标准的传统操作啊，不能说标准吧，传统操作。那就需要在麻醉状态下啊，把骨骼切开啊，把这个后边的骨骼切开，电钻削进去啊，才能看得到后方的区域。但是有了耳内镜以后啊，这个交界的区域啊，这个中耳跟外耳道交界的有一部分区域可以用内镜够得上啊。你看看，咱们有这个啊，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器械，虽然说不能拐弯，但是它有一部分是能够得着的啊。这个病例。我印象后来查的这个 CT 啊，基本上就这样清干净了啊，因为它的主要集中在就正好是这个中耳和外耳道的交界的区域啊。这个我们是上翘45度的这种小型的这种杯状钳，它就像手指头能往上稍微翘一下，在这个夹角的这个区域是可以的，这一个比较特殊的。中耳的胆脂瘤的病例啊，一个清理。像传统的这种啊，滴耳啊，软化呀、冲洗啊，那这肯定就不行了啊。这个首先你是软化不了，第二个再加上它是一个中耳的问题啊，就没法冲洗啊，一冲洗这人当场能晕到那儿，因为中这个病例对后期 CT， 基本上已经清光了。这个病例我观察过啊，后来也在重新，大概每年还是要定期的去处理。所以这个窗面啊，这个大坑啊，不给它填上，
反倒是有利啊，这个听鼓，重耳的听鼓有暴露，这种的话听力损失不是特别严重，在我们的纯音测听上是可以有显示，但是日常生活，影响不太大，这是在所有中耳杂质瘤当中比较温和的一种啊，有一部分甚至就自己完全掉出来了，我见过有几个病例来的时候就完全空的，他那个。这种上固始胆脂瘤破坏完以后，就自然全部脱落了啊。这是另外一个，你看这个口就比刚才那个要小一些。这个也是一个上固始的，这个病例要更广泛一些。这人 CT 的话，除了上固始以外，包括后边的乳突啊、乳突区。这个后方的外耳道后壁的骨骼区域里边全部是填满的，哦，这个病例对，之前咱们在拉票的时候啊，就是去年生技大会投票的时候啊，当时拿出来了，拿出来单独放过一集啊，今天在回顾的时候又拿出来了啊，因为好像当时大家的反应还是不错的，希望这次。战争早点过去啊！这次跟这个病毒的战争早点过去，在这个存货啊完全放干净之前啊，现在是在放2018年啊1月份的，快放到2月份了吧？调一些，因为咱们回放存货大部分是这种比较干燥的啊，像平时一些真菌的干片啊，可能再拿出来放。就不是特别理想啊，这个骨骼破坏的齐刷刷的，这个跟拿那个刀切，我这个病例当时做没做过手术？好像是一个手术以后的，我印象。这种破坏很怪，我有点记不清了。这个面神经的玻璃子啊。这视频经过老崔啊，老崔的这个处理，中间的黑屏大部分处理掉了，重新剪了，重新挑了一部分，我没有把这个全部弄出来。这个它光去掉黑屏，剩下的时间就将近快20多分钟，就是把它先处理一下。这东西比较粘，比较韧啊，这个，嚯！有点血了，正常的话，那就把这个开口扩大。这个应该我印象，现在想想好像是当时经过一次手术，但是那次手术切的这个开口小了，所以这个后期这个操作，你要单纯从这个位置操作非常困难。这个很窄，这个外耳道里正常的外耳道也就。不到1个厘米的这个宽度，这个人好像还稍微偏窄一点。然后这个切口的区域，就这个豁口的区域，也就是在3个毫米左右啊，3个毫米左右。我的这个内径呢是2.7的嘛，2.7的内径，它也就在我的耳内径，好像感觉还可能更窄一点，这个豁口。然后这里边的东西就真的是跟叫什么那种粘糖的那种感觉似的，麦芽糖加热以后就那种效果，恨不得还带着拉丝儿的那种就出来了。这个顺序，好吧，我们就先放着看吧。这个顺序当时重新剪过，这个顺序可能有点颠倒啊，一丢一丢的。这个病例当时实际的操作时间应该是在半个小时以上啊，
反反复复的，真的拿出来没有特别大，都是这种分散的，都是这种分散，中间跳着放的啊，中间跳着放，它没有那种特别大的，因为本身你想口就这么窄嘛，它也不会拿出说多大一坨。而这个后方的这个乳突的区域也有大量的这种堆积。这病例一直建议他再做一次二次手术，但这个人因为可能好像患者年龄比较大，我印象还有顾虑。这个是前次手术的这个手术的经络的区域啊，手术的经络的区域。我们有鼻科用的信息头啊，那个口径稍微大一点，弯的。如果能够伸到这个区域里，可能操作起来会更有效果啊！现在就真的有点愚公移山的这么一个感觉了。看着很着急啊，同志们，就这种分次的，一点点给啃下来。现在假期，国家统一是到这周日，这周日啊，有些地区可能我看已经在说了，还在往后再延，北京目前还没有接到再次延长的这个啊，中间有一段给跳过去了啊，北京还没有接到再次延长的通知啊，我们看看这一两天吧。希望早点过去啊！希望早点过去。哎呀，2020呀，真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这个开年。这边上这东西都被器械都磨得通红的，感觉快马上快出血了都，已经有的地方已经有点破了，都是这种小的碎块啊，没有特别大的这种。这些区域已经超过了耳内镜的正常操作的一个空间了啊，上方就贴在这个钟乳窝的下，钟乳窝的底儿啊，真的就贴进脑子了。哦，今天的这个更新啊，我们暂时先到这儿，先到这儿啊。周一如果正常上班，我们正常工作啊。好，谢谢大家。